欢迎收看巅峰期间意识进阶篇第五期啊，来测测你的意识有多强吧。这是一把七阶排位赛，监管是 A 牌聂西，开局这个刷点肯定是抓囚徒了，而且目的想要溜聂西啊，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果不其然，囚徒成功秒倒，而且最惨的是还是地下室。所以第一个问题来了呀，此时作为前锋你会怎么选择？ A 卡半救， B 压死救， C 不救大家去卡耳鸣，D 不救也不卡耳鸣。选项很多，但前面两个选项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尽管孙老师之前也发过视频说秒点的队友也不能放弃，但那是要看情况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椅子上的求生者有没有阿力的实力啊？很明显囚徒并没有，所以肯定选择卖掉。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会选择 C 啊，也就是不救但是会去卡耳鸣啊，这是正常的思路，想法没错。如果真的要去卡也问题不大，但不是最佳选择。最佳的选择是 D 啊，不救也不卡耳鸣啊，直接修就完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我分析啊。因为其他两个队友都比较分散啊，囚徒没有干扰到遗产机啊，这也是卖掉他的一个理由啊。而要不要去卡耳鸣啊，其实取决于聂西的做法。他如果直接去干扰队友修机啊，那我肯定会暂停破译啊，去墓地啊，给聂西一种我要去救人的压力啊。但很明显聂西并没有去干扰其他两个队友修机啊，而是向我这边走来，所以我们直接修就完事了。聂西过来插了一个眼，我们不要管他，直接换一台继续修啊。那队友修完机子之后啊，也可以过去卡耳鸣啊，给压力啊。这样当囚徒飞天之后，场上其实只剩下一台半的机子了。最关键的是聂西的节奏没有续上，而我们都是满状态，先知的鸟还在，我的球也是满的，所以想要保平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把最后的结局绝对让你意外我们接着往下看聂西很明显没有想好要追随看到我在修机就准备来搞我一下，可能也想消耗我的道具吧，无所谓我们尽量不要白给刀就是了。当我们上车时机子都快压好了接下来为开门站做准备直接去摸了一个护腕。当先知倒地密码机直接亮先知溜到中场这里来了，此时倒地了，聂西肯定想要摊一个三杀所以直接过来追我。那我们利用护腕拉开距离但因为他带的是擦眼所以在我倒地之后先知还是没有能够自愈此时教授已经把学校门打开了，聂西很明显非常的想赢所以直接把先知挂了过来下面非常关键还记得吗？我的薄命还在，所以只要我能成功救下先知，直接三跑一点问题都没有聂西此时他想摊，那么问题来了，你会选择在哪一刻自愈所以接下来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在哪一瞬间自愈呢？然后去救人我把速度放慢，你们慢慢想，慢慢决策。我告诉你们最后的结果吧，你想自愈可以但一定要有能够救下先知的把握，如果没有救下来，最多平局，甚至还有可能输聂西也是在故意拉开给我们自愈的机会，因为他能够跳过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爬一爬接近椅子而不要在板子中间自愈如果在板子中间自愈的话，起身的一瞬间会自动下板，这个你们应该都懂吧。结果是有惊无险，极限救下先知，我就问你们秀不秀。我感觉有可能自愈还是太早了一点点不知道你们觉得呢？不过我也怕聂西直接把我挂上，那可能还是平局了。那从最开始的囚徒秒倒地下室到最后实现成功三跑绝地翻盘，我就问你们牛不牛掰？孙老师做视频也不容易大家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吗？非常感谢大家哟，记得点赞关注哦。